位乘客哈、搭乘那只船哦，那各位乘客往前看一下哈、你桌上都有一件救生衣哈、那救生衣的穿法我介绍一下。它这里有个拉链哈、往下拉哦，那把教大家穿好了，预备一下哦，安全中的安全。刚才他就故意去拉它哦，就死拉它就爆开了。那你的气不够的话哈、它这里有一个是吹气的，左边这个是吹气的哈、压下去。压就可以吹了哈、很快就会浮起来了哈、抱歉了，各位乘客，我现在收一下票根哈、那麻烦票根取出哈、谢谢。挑一个站，你可以选一站下去，或者你是要游玩一整条爱河这样子。那正前方是建国路桥哈，那我们这里有个小型的瀑布在做表演哈，这个时间搭船刚好哈，这个灯和水都是同时做表演的哈。那我们要船要在这里做一个回转的动作哈。可以看到哈，那条路是纵贯铁路桥，刚好有火车过去哈，银色日光灯管的哈。那远一点还有一座桥梁是中都路桥哈。
在做表演哈，那都是户外的，这都是免费的哈，每周的六日晚上。那现在慢慢进来的地方就是哈新竹码头哈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色柱子的哈，左右各七根哈，加起来有14根，那每一根代表一个星座哈，那为什么多了两根哈？左一根牛郎，右一根织女哈，市政府把它们列在这边哈，就近就可以欣赏哈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里右手边有一栋墨绿色瓷砖的哈，这栋是高雄市的旧政府啊，它已经迁到四维路了哈，它现在已经改成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哈。那博物馆里面目前在展出哈木偶展哈，它的展出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哈，周二至周日。那全馆哈都是免费提供给市民的哈，它不收半毛钱哈，在二楼做展出。那各位乘客可以利用时间哦，去给他参观一下这些东西哦，都至少50年以上的历史哈。那我们现在经过了这座桥哈，我们在录音带有介绍，这座桥就是中正路桥哈，它长92公尺，宽30公尺哈。那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个灯饰哈，这个灯饰是1990，灯饰的名称很美哈，叫海之眼哈，就是这个哈。中正路上那个桥上的电灯哈，叫做海之眼。来高雄玩的有听过高雄有一个地下街哈，地下百货公司就在这里哈。那很可惜，那一把无情的大火把它烧掉了哈。现在市政府回屯，它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公园了哈，没有工商的作用了哈。赞哈。三楼有一个大型的荧幕哈，固定每个月都有做一些放映哈。那它的展出时间是下午1点半哈，至晚上9点半哈。那同样全馆也都是免费服务市民哈。那记得我们来逛这个展览的时候，记得要带证件哦，可以申请一张卡哈。这个。抱歉哈，我们现在慢慢靠站了，先稍就坐一下，因为会摇晃哈。